失事嘅私家车直堕凉亭后面嘅斜坡，撞毁部分护土墙，差一啲就撞到个凉亭。私家车损毁严重，车头凹陷变形。事发喺星期四中午12点几，一个男人揸住一架私家车载住一个女人，沿大埔运达道行驶，驶至半山洲附近嘅时候，架私家车突然失控，铲落凤凰山一个道观嘅一个5米斜坡，车上两人都受伤，个女乘客报警求助。救护人员接报到场，将两人送院救治，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。